今天二姐休息，然后今天我一个人看店了。今天开门感觉有点晚了，十点钟了。音乐也要开起来。嗯嗯。南方人的正式取暖是开空调，北方人是开地暖。哎呦杨克来了、哦、对，进来就不冷了。 Hello， 下雪了。不可能，一点都不冷啊。下雪一点都不低，你吹空调舒服。哎，这么冷就别来了呗。你不吃饭呀？带了饭给我呀，谢谢二姐。没动不搞一点。有客户吗？有啊，但我都忙不过来。好多人都来买好厚的衣服。对，现在天冷了嘛。嗯，搞一扫。哼，这是霉豆腐，这个是青菜，还有猪耳朵肉啊，这个是猪头肉。还有啥？送饭过来了。嗯，吃的嘎嘎香，太香了。多吃点啊。好的。我头都没洗，我是想着去做发型，然后顺便洗一下。我感觉你配头发不好看。是，那还是在店里玩吧。好了，今天给二姐放一天假，她又来店里了。本来要去做发型，她说要拉直披下来，但是我觉得二姐披头发不好看，扎起来显脸小。除非我头发长一点，披下来好一点啊、哦。又不长不短的。不长不短，关键冬天穿衣服厚，你堆到这里。先长长一点再说吧，要不就直接剪短。拜拜。嗯。我们去那黑色 Kerry 那边看看。对，可以用。啊对，你给妈咪吧。哦，好厉害！哎呀，快递终于发完了，爸爸，我今天也没什么事了，看一下晚上会不会忙一点，可以坐着听听歌，刷刷抖音，我也摸摸鱼。